茫茫大漠孤烟，这个方向发现了两栋废弃的土墙房，这边是土盖的，那边是砖头盖的，看样子废弃已久啊，也不知道当时是哪些人住在这里的。大姐，就这房子，那人家废弃走了，天天大风吹塌了，都给吹掉了。啊，这狼窝带我去看。那有洞啊，那大姐她说发现一个狼窝。真的，那有洞啊，我怕里面钻那个东西呢。好，我看一下。你看吧。哪里？那万一狼它就是在洞里面的。我看一下。那一个洞啊，你不要去啊。真的，那挖了一个洞，肯定是动物挖的，那不是人挖的。我看一下你说的洞是什么样的洞，是什么？你去了有狼。嗯。这个草啊，哇，这个草居然成活了！现在你看，它是一朵一朵的，一朵一朵。这种草很难存活的，居然在这里能存活这么多。沙漠以后要变成绿洲了，朋友们。啊。茫茫戈壁滩。看不到一个动物的生机，只有这个沙土啊和这个就这种植物可以看到，其他是荒无人烟。缺水，看。这地上有牛粪，这里以前是养过牛的，看养羊了啊，这个羊粪都已经干了，看全是羊粪，说明这个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有很多羊和牛的，现在一只都看不到了啊，估计羊和牛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了。这边有个土堆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甘肃金川市，金川市啊，这边是往这个内蒙古阿拉善盟去的，我要去这个阿拉善盟去拿快递啊，我们的所有快递都发到阿拉善盟去了，现在还有六七十公里就到了啊，这一路都是戈壁滩，一望无际，全部都是马，看就这样的风景。加油站，我的车要加油了，我进去了没加。为什么没加？哎呀，你要去加油，你去加嘛，等你嘛。你去啊。你去啊，但是还有六七十公里就到达了。但城市就有好多。那前面有加油站。是刚刚走了100多公里的无人区啊，感觉怎样？一路都是这种戈壁滩，有一点小草。我在看马路嘞，完了，你说无人区，我那还紧张呢。我幸亏你没告诉我。100公里的无人区，他没有感觉。行，可以。哪里啊？都路上有车嘛。那我们在前面再有。集中精力。车肯定有啊，
无人区你就没有车了吗？我只能进去看车吗？就是没有人家嘛，车肯定有啊。没有车的话，就怕冷了。没有车了，我们怎么走啊？肯定有车的，难道是回李秀的路吗？你这说了我还怕，没有告诉我还不怕。嗯，走了，继续，前面还有大批无人区啊。哎呀，你们说了我怕冷。怕冷也要走的。我们现在离阿拉善盟右旗还有60-70公里就到了，预计2个小时到达。小妹，下来看骆驼了，你不是要看骆驼吗？好多骆驼啊。这是家养的。现在离阿拉善盟右旗还有10公里不到。好多骆驼，不知道是家养的。哇 ，Hello， 哇，这里有羊，嗯，他在吃这个草啊。嗨。哎呀，哟，哪有他吃草？我，你好，喂，老兄，老兄，老兄，他是不认真的吃草，打你我。让他安静的吃草吧，咱们继续赶路了，马上就到达城市了啊，朋友们。这条路大概就是100多公里的无人区，全是戈壁滩，就是没有任何人家，也没有饭店，已经穿越过来了，即将到达阿拉萨姆市区。那边有一个大山，颜色好好看，黄色的。那一座山，我记得几年前就在，几年之后还在，没有被开采。就唯独这里一座山呢，看。一望无际啊。